有关不同的人士表达意见，包括政府部门，每个人都可以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。我们去包容不同的看法呢，是应该容许不同的人士都在这方面呢去行使他这方面的权利。咁呢个亦都包括政府部门嘅。如果政府部门呢认为某一啲事情佢哋对于佢哋係反映到係唔公正，又或者令人有一啲唔適当嘅理解呢，而作出澄清或者跟进呢，呢啲都係应该係觉得係好事嚟嘅。我亦都认为呢不同嘅人士或者机构，大家喺了解咗對方對事物嘅睇法呢，呢個都係增加大家溝通同埋共融嘅機會嘅。